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帮实拍视频。我现在带大家看这辆昂科威 S 的这个空间表现。现在我们来到前排，门板这个抠手是没有封锁的，所以这儿是不能放东西的。这有一个杯座，这有一个储物格，然后坐进车内，这个地方是没有储物的空间。然后中控这一块储物特别丰富，这儿有一个带盖板的一个格子，里面是支持手机的无线充电。然后这儿有 USB 接口啊，这儿有12伏点烟器接口。后面这个电子喇叭旁边有杯座，后面有那个中央扶手箱，在旁边是下面有一个储物格，这可以放很多那种你需要放置的一些东西。然后这边手套箱的尺寸也挺大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后排，整个后排的这种质感也非常不错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后排的空间表现到底怎么样。坐在后排，拿这个水做一个示意啊，整体的腿部空间也是表现不错的。